这个呢是磁铁化妆刷，这个化妆刷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它这里是有磁铁，它可以吸在这个铁框上面，就是让它不掉，它可以横着吸，它也可以倒着吸，它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方便，非常方便，它清洁就不会很脏，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。它怎么放都可以，这个是非常有效的，而且它上面的毛呢是人造纤维的，它这个呢，这个是木头的，这个木头的就会比较的有质感，对吧？这个上面呢，这里呢是铝管，这一套呢一共是有15支。包括散粉、腮红、高光、粉底液，还有微刷呀、细节刷呀，都有遮瑕刷，一套15支都有。